不是你在桌上吗？没啊，拿走啊。那还走了？对啊。为什么都不拿？一定要拿那个东西？我刚看到好像自己有铁链呢。你在选择什么？要选择要看他的手还是要走？那手干嘛？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什么兴趣。帮他绑吗？哎，你是布莱德，你还是布莱德？对啊，帮他把脉有可能哦。太蠢了吧！哎呀，是这里吗？可以杀这他。哦，什他么手地在方？拿着。又来吗？又是心跳吗？你真的哎。要死了！我很冷静。他根本就在我旁边呢，怎么很快追上我们？先不要移动吗？让那个门掉下来砸死他，是不是？躲藏还是奔跑？我先躲藏，然后先躲藏。又来了！哎，对，是这里，是这里。我按错了。这里，刚刚是那里吗？我有点看不到。刚刚第一下按太快，然后第二下就按不到了。哎呦！Changing. Stay away. Stay back from the mist. Dude, what 他是好mist? 人呢、欸，Don't breathe it. Don't breathe the mist. 他还叫我们不要吸。Why can't you breathe the mist? What does it do? It's life. Bringing things to life that shouldn't be alive. It's inside now. Inside with us now. You need to slow down. Stop! Stop! It's in one of us, isn't it? You're in his body. You want to fool him? You breathed it in. You did. Yeah, you breathed in the mist. It's happening. I can feel it. 你要死了！
看，你说什么他也不会信呢。对啊，所以其实选手好像没什么差。所以我不讲话啊。在地上。哦，原来是他的背心呢、哦。对了，那这就是他了。我刚刚没看到脸。救不了啊你！啊，为什么你又站起来了？你刚不是躺在地上吗？对啊，他们救他了。而且你的动画真的怪怪的，它的过场怪怪的。你干嘛？丢一把子弹。哦，是吗？不知道，等下把子弹分开丢掉，你认不到。而且那个对啊，你大干锤嘛？不是在后面吗？那打不开啊！大锤，还是大锤？大锤打不开那个。你现在是艾利克斯，我是茱莉亚。早他上在，4点，你这边天还没亮。但他这里都是那个铁锈啦。你怎么下去了？我也不想。你刚上来，你又下去。接下去干嘛？哎呦，大锤吗？哎，对，大锤。那你要？你看到？我看看着你啊。你在玩那个吗？你在玩心跳吗？我要专心真的哦，你正在玩心跳啊、哦！对，我要专心。我刚刚看到你走贴着墙壁，哎，我在看呢、欸。为什么你把我拖下水？对啊，明明他在，为什么卖这个？哎呦，哎，刚刚有人在后面是不是？那个是骷髅头。哦，是哦。能跑出骷髅头。你先走，你是优先。惨叫声，而且他怎么走那么快，走回这里啊？嗯，如果是我就不想踩这个地方有些东西。那么大声。哦，他把门，你看他把门都打破。为什么可以啊？他的大锤呢？而且自己都锈掉啦，锈掉一定可以打爆吧？没东西也看了、啊，对啊，他刚叫我们看什么？哎呦，哎，是你刚踩的那地方吗？好像是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康瑞德跟菲利斯是不是？哦，拜。拜。
欸，对，应他该大是，锤掉下来。对啊，现在是某种化学药品导致脑袋出现异常。哎呦！啊？他死了？那我们没看到那个啊，那个门掉下来啊。对。哟，我们分道扬镳了，我害怕。你为什么有音乐？当然穿音乐给你。哦。音乐，配乐啊，这才不会恐怖啊！出现那种就没的。是吗？对啊，我这边我刚出现的不该看到的东西耶。什么叫不该看到的东西？没有东西是不该看到的啊。有啊。哦，我看我后面有一个人跟着我。是我吧？就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他比我还高哎、欸！啊，幻觉啊！比你还高，还有人吗？不是都死掉了吗？很恐怖的幻觉。怎么一直找到秘密、啊？为什么你要？哎，我不止找到一个，是连续三个。哎呦！哎呦喂！哦，我在吃。怎样？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键盘坏了。为什么？被砸坏了。为什么被砸坏呢？哇擦的，为什么我受伤了？你是打他，你是不是打我？你杀了自己。对。我完全没有做什么。这我是在乱射，不容易按到，我是不容易按到 R2。哦，也是。你知道我刚刚，你刚刚一直拿刀指着我，我就不发一语。我的选择就是我不讲话。我猜那应该可能是就掰了。对啊，然后你问我有没有砸你，我完全没有选择，我只能选择要讲话还是不讲话。对啊，我没有砸过你，我就看到你自己看着自己的肚子，然后说：“哦靠，怎么了？很痛。”然后哎，就差那个选择而已。那如果我没杀自己的话，两个都活着喽。然后就完成了。因为我在想说，我要不要擦，那个是真的。然后好像那不擦好了，擦好了。那想到擦的时候，靠，好像会擦到自己。你知道翻电盘为什么爆掉吗？为什么？因为我推开一个门，那个门一推开之后，他把一个电梯砸下去。哎、欸，你看起来很开心呢。对啊。
因为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人因为菲利斯是跟弟弟嘛，跟康瑞德两个都要嘛。结束了。对啊，你就差最后一个他最后一个选择。对啊。没关系，我觉得艾利克斯也蛮蠢的。可惜啊，可惜，不然第一次就可以拿到全活。应该有成就吧，全活。哦，有可能哦。对啊，算了算了，没差、啊。还是你要对调换玩一下。啊。就是我跟你对调啊。那你就知道我到底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我不想看你看到什么。看起来没有伤心啊。对啊。还是我如果不撞开那个门，那个分裂盘就不会爆掉。有可能。但是他只能给我撞开那个门啊。那应该是我先比你早发现才对吧？我应该先发现，你才撞开比较好。有差吗？我先拿到发电盘，你就可以撞开啊，也没差。啊，是我的动作太快是不是？还是你动作太慢了？应该是我太过分了，还是怎么回事？影响一更新。没了。对啊，没啦、啊，可惜啊，可惜啊。还好啊，大家对于现在有些兴趣，因为看起来看完故事我就觉得很好。啊，是没错啊，是没错，只是就觉得，竟然输在最后一个选择。应该差不多。我刚想说真的不行，我说到底要不要差的时候有点后悔。为什么都没有成就？因为死掉一个吧，他应该是要不然就是全死，要不然全活吧。我猜，我猜啦，不确定，因为死掉一两个应该很容易吧。因为很多选择都可以死一两个。也是啊，但是那个船长没有像浴室那样死掉哎、欸。是我搞砸吗？如果我没搞砸，那他们两个会不会跳下去啊？谁？就是我那个心跳那里啊。哦。还是也是预设好的。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啊，我觉得也是导向应该还好的程度。没有，因为觉得说，如果那时候那个船长就已经死了，那我就拿到分电盘，你们就。哦，不对，你还是会跳下来。对。啊，还拍着你。可怜的你、啊，为什么没有救我？救我回来？对啊，你的尸体都没有要拿回来。对啊，讲你有多爱骗人的。当然啦、啊，随便说说的啊。但我戒指都不见了。哦，那你一赚到钱，直接拿自己就走了。你要讲话吗？没有他盖起来，
他说我对你很失望。你最近都没拿到成就了，奇怪。对啊，因为就这个原因吧。哎，真的哎，真的有差的哎。啊？如那个分电盘呢、啊？他说 boom， 所以这两个都是抉择哎、啊。如果你如果我慢一点，你快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拿到分电盘。对。他这个时候第二集还没改好名字，是不是？所以中文也是要 Little Hope。哦，对，这集叫 Little Hope。你这个月的单，你这个月的有报成吗？这个月什么？对不对啊？来啦，你不是有做那个小梦魇？那还有那个多个那个小火车，我玩的还不错。没有、欸、我应该说我都加入内容保存库。哦、我等那条我就完全。为什么被关了？学会团队合作。哎、欸，为什么被关了？是因为我们被关进了军事医院吗？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那个直升机救，不是自己走出去。哦。所以分念盘有差。嗯。嗯。我以为分念盘没差哎、欸，我不知道哎、欸、这个。你什么锁链？希望症。哦。哎，原来是 Ben 带的。我真的不知道。结束了，其实他的游戏都蛮短的啦，只是说他有很多不同的玩法抉择。那你觉得还可以吗？还行啊。对，还不错，他的。真的，我觉得看一次是还不错，就是，但到第二次的时候，你大概知道发生什么，就觉得还好。